留着给弟兄们用。带领神枪班到侧翼去阻击敌人。是，将军们，听我的命令，敌近50米，再开枪。打！冲出去！杀！防兵处灭鬼棚！杀！これは雲南省民権役を佃の秘訣や。両省などの身辺の白薬だ。今、天君ならこの薬を漁し、軍の中、負傷者たちは、この白い粉末を、その日一つ、今宵、少し飲ましたら、すぐ元気に戻って、我々と叩きになるんだ。これは、我々の人から天君の死んだ人のポケットの中、自らのものだ。やはり別品だ、司令官か。我々はこの薬を何度しても奪って手にいるはずだ。我々の人は似たこと軍民に向かうわ。しかし何ももらわずに、ただ無駄返した。司令官か。俺の特別行動隊をこの任務を完成させたい。しかし残念だから、この軍団長の役も死んでしまった。首长，您看。听说国民党方面以接任国医馆馆长为名把他骗到了重庆，是想逼他交出配方，没想到这么快人就死了。这全是为了神奇白药的配方啊。红军长征过云南的时候，云南药王假借滇军之手赠送红军许多白药，救了许多将士的命啊。后来他又以白药赠与滇军抗日，如今他这一死，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啊。据可靠情报，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。哦，这个认识吗？三七，这是我们文山专治跌打损伤、内外出血的奇药啊。東南の方、中国とベトナムの国こそは、ウェイヤマと地域がある。そういうところ、サンナナと名を植物は、今まで世界中一番所産の地域、春のことだ。じゃあ、ここで聞いてくれ。ああ、美しい植物。これは別品の37の小杉の本末だ。ああ、これはあの別品の白薬と似たいな。ただ似てるだけじゃない。不思議のところはこの薬の効果ある。白薬の中最も重要なのは37の薬を組み合わせるものだ。だから薬を死んだ後、白薬はなくなった。供給不足。今、天君らは、せんべいの必要ために、軍団省の王、龍雲さんの頼みで、ウェイヤマのところに行って、植物買いになった。まだ、大勢のゴールドスカーテ、最後の37を買えてました。今、武漢に送る途中だ。
天軍としてすごく命みたいの宝物だ。必ずこの宝物を奪った。立刻和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徐特立同志联系，请他尽快安排地下组织暗中的去帮助滇军的运输分队，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。要不要把我们得知的情报告诉滇军？这么重要的物资他们一定会派人接应的，况且国民党方面早就怀疑滇军的将领通共了，所以我们尽量避免和他们有明显的接触，只能暗中帮助。是，货物将经过贵州、湖南直接运达武汉，这批物资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啊。师长，去吧。云南老家派出的小分队现正在护送途中，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，确保货物万无一失。誓死完成任务。不，你这头小废狼一定要给我活着回来。是。この必要物は地へ来た。必ず日が来る前にここに到着。怎么了，三弟？东哥，你看，小鬼子的烟花，难道小鬼子来过了？全速前进！住店吗？请问此处还有客房吗？今天客人不多，小店虽小，可住个百八十号人没问题。好，请吧。来来来，快请快请。来来来，大伙都快请，招呼大伙进来啊。客官，咱们先填饱肚子，我这就去安排客房。请。好。又来了一批客人，我们这有上好的女儿红，你们可以看一看。小二送酒。好嘞，客官您慢用。哎，好好，来吃吃吃吃，你也喝点酒。媳妇儿，吃点，你不是你这给咱加点菜吗？哎，好好好，来媳妇儿吃。用着看眼啊。这些马垛子今天就放在院子里，一组人在院子里打地铺，注意警戒。好。总觉得哪里不对，咱们还是小心为是。阿紫，你先去睡，
你去睡。小心。醒醒啊，醒醒！兄弟，喂，兄弟，喂，兄弟，怎么回事？起来，起来！马呢？货呢？说！啊！有一股白烟，然后我们就不知道了。可是。包围了，日本人？为什么我们刚到，日本人就来了？你是什么人？我们的货呢？我现在跟你们说不清楚，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。说不清楚，说不清楚，今天谁都别想走。老爷，快顶不住了，你们赶快撤，拖着鬼子再盯会儿。好，再啰嗦，你们谁也跑不了。跟我走。嗯。要想找到你们的货，首先要保住命啊。东哥，进去看看。小王、小熊，到，走，跟我来。是。小熊，三弟。咱们来晚了一步，小熊，大熊，大熊，大熊，不，上来，还是个活的。兄弟，这里发生了什么？日本人攻击了啊！对呀，为什么要袭击这里？客人的货，什么样的客人？什么样的货？老乡，兄弟，三弟，你看，
阿紫，你别急，咱们有两个人跟着他，谅他也不敢怎么着。就在这里，进来吧。来吧。进来，小心脚下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中共湘西地下组织的一个秘密联络点。你是共产党？是。我是这个联络站的负责人，叶国恩。马店是我们的一个交通站，我们接到上级的指示，你们的运输队有可能经过我们的交通站，让我们暗中帮助你们。你早就知道我们的行踪。不光我们知道，小鬼子也知道，只是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快。为什么你们和小鬼子对我们的行踪了如指掌？国民党、共产党、日军的情报组织都十分强大，稍有不慎，再大的机密也就不是秘密了。难道你们共产党也想打这批三七的主意吗？现在国难当头，国共一家共同抗日，就没有必要再分什么你我了吧？是啊，是啊，但是我那批货就神秘失踪，带我们来这荒山野岭，就想一走了之吗？我必须回去，我要联络我们的情报网，帮你们打探失踪的货物，顺便还得给你们找点吃的过来。我知道你们现在在想什么，不过既然到了这个境地，你们现在只有选择相信我。叶大哥，我相信你。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你们找到货物。马二、马三，到。跟。怎么样？没找到。找到。你们呢？没有。一夜没睡了，让大家伙吃点东西歇会儿。行吧。大家原地休整。平地扎雷，打马回城，下马拜师。好，妹妹，这是什么？救你命的药。哎，妹妹，明天就分开了，还不好好跟人说说话？我不想跟他说话。哎，阿紫。小妹，这是我妈妈
从我奶奶那边传下来的祖母绿，来，我给你戴上。这么贵重，我不能要。再说了，你又不娶我，我要它干嘛？我知道你生我气，等我打完小鬼子，我一定回来娶你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战场上见。什么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和阿紫已经到征兵处报名当兵了。你这不是胡闹吗？怎么回事？你跟女孩子？女孩怎么了？你和我，阿紫和我哥，我们都是师父最器重的弟子。再说了，论武艺，论枪法，我们哪一点比你们差？而且师父说了，现在国家有难，我们就应该像壮族祖先瓦氏夫人那样，率领众多狼兵子弟，人人不畏生死，抗击倭寇。没错，我们就是现在的狼兵。不过，我跟东哥上战场，你跟阿紫在家待着。你就是不想跟我在一起。我跟东哥编了一套狼兵吼，你要不要看看？什么狼兵吼？还不是师父教的？不不不不，有心发展。东哥，哎，到。狼兵吼，狼兵吼。哦哦，狼兵出，灭鬼魔，雪为霁，狼心起，勇为胜。恨至敌，保老幼，护国弟，恶必报，贼必诛，身敢死，不后退，狼兵吼，杀！好样的，师傅，师傅，来，快起来吧，孩子们。大哥，马三。安姐，没事。安姐，师傅，哎，您坐。师傅，您喝水。哎、小总，哎，师傅啊，有话要跟你们说。380多年前，我壮族祖先瓦氏夫人统兵抗倭，率领我壮家子弟跋涉数千里，转战江浙沿海，抗击犯我疆域之倭寇，那是三战三胜啊！消灭倭寇数千人，真是扬我狼兵之神威啊！可如今呢、啊，这小日本鬼子在践踏我河山，我等壮家子弟上阵杀敌，应如狼之勇猛，把胆敢犯我中华之地，一个个撕碎咬死。狼兵出，灭鬼魔，杀！把咱们自己农人的兵器带着，到了战场上用得着。我和你们师母都老了，只能拜托你们，到了战场一定要替我们多杀鬼子。是是是，师父。三儿，还不把你那个定情物啊给小妹带上？我们等着你们，等你们杀完鬼子回来，师父师母给你俩办一个大大的婚礼。哎，孩子们，我走吧。阿紫，哎，师父，小妹，带上吧。小妹，等我杀了小鬼子，咱们就回来结婚。
哎呀！小妹当兵不久，怎么会去了运输队呢？哼，以他的性格和胆气，没有什么干不出来的。也是。我最担心的是马店被烧，他们人跟三七会怎么样？奇怪，与鬼子遭遇少不了一场硬仗，为什么马店儿只有电火级的尸体呢？那不是一般的伙计。二虎，地图。这儿有一片树林，我去看看。你们在这边继续找，如果找不到，咱们山那边会合。嗯。身上有一种中国女人少有的味道，我喜欢。都别动！侯虎，荷物在内。押送此类大尸鬼。走走走走走！啊！告诉我三七的下落，是你自己说，还是我用我的方式让你说？你们只会用这种偷偷摸摸下三滥的手段，算什么本事？有种你跟我打！哼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跟大日本帝国皇军谈条件。不过，我可以给你一个特例。因为我喜欢你。我们公平一点，一对一。你们要是输了，就要告诉我三七的下落。如果是你们输了呢？如果真的是那样，那我就放你们走。过来。上来了！
在的。逃离来，小鬼子，我跟你拼了！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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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八点，西北混合，二组留下，其他人跟我来。茅草屋汇合。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告诉我三七的下落，要不然那边就是你们永久的归宿。别开枪！你们是滇军吧？你是什么人？帮你们的人。如果没猜错，你们在寻找三七运输队陆小妹他们。正是。我是陆小妹的哥哥。我们的人呢？人在前面山坡的茅草屋，被日军控制住了。那我们的三七呢？被英风女的土匪接走了。当真？东西就在他们山上。一发现这支马帮，从他们配备的精良武器，我就认定
他们这一次带的一定不是一般的货物，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是千金难求的三妻。哎呀，真是老天有眼，等我们把这批三妻贩卖到广州，那可就是黄金万两。弟兄们，我们好好的庆祝一番。来来来，等一等，要我说呀，这头功那得是咱们三当家的。希尔哥，不过这头功啊还要记在大当家头上，是他发现了马帮。三弟，你就不要谦虚了，二当家的说的对，要不是你神机妙算，料定那马帮会在凤凰山马店歇脚，又知道那山洞直通马店后院，我们也没有这么容易得手。对，老天开眼呐、啊，这回小鬼子都帮咱们弟兄。哎，要不是三当家的劝我，还就我这脾气，我不给他来个硬碰硬的。趁着这小鬼子攻击马帮，咱们三当家的这迷魂烟可就派上用场，没被一枪一弹，这批货就到手了。要不怎么说这三当家是喝过墨水的呢？玩阴的，我可不如他。不如。二哥，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？这还用问吗？我当然是夸你啊！来，弟兄们，咱们一起敬三当家的。来，媳妇儿，一起。谁是你媳妇儿？过两天拜堂不就是媳妇儿了？货昨天晚上就丢了，我们还在着急呢。丢了？花，你给我闭嘴！谁偷的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对天发誓。他很不听话，你让我很失望。他就跟着。嘿，走走走走！走走走走走再不说，让你人头落地！马德。少々待ってくれよ、彼を放せ。はい。就在山后的茅草屋。老爷，你带几人从正面，我从侧翼迂回。好，走。上。阿哥，
么样？啊？呸！不要啊！这个女人，你一定很在乎这个女人。如果再不说出三七在哪儿，她就没命了。你个狗日的小鬼子，有本事你冲我来，别为难女人。住手！我知道三七在哪里，我真的知道。我告诉你，三哥，别说。说。说。乖乖的放下武器，谁敢动就炸死你们。我要你先死，那就谁都别想活着离开。山口阿穂じゃないのか、ブタじゃないのか、助けてくれた。我々も任務を完成させない、まだ死ぬわけはずはない。听我说一句，我们都不要有伤亡，我们要和平，不如放下武器各走各的，好吧。好啊，放下武器，朝后退。好，具有俄罗斯撒个雷，所有人放下武器，还是我们的人。朋友，我们后会有期。所有人散开，注意身后。衝撃要因，要走殺せ。撃ち！
所，杀！看看，まだ負けではない。もう三男なの行方を知りましたよ。本当に。小妹，小妹，小妹，三哥。都没想到，我们竟然是这样相见。我也没想到，你还是那么任性。你要是真出了什么事情，我可真没法活了。不许胡说！我们不论生，不论死，都要在一起。你看，天哪！这个怎么会在你这儿？我把它丢了之后。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交代呢。你把它丢在了马店，我给你捡回来了。看来这辈子别想丢下我。看看，天空の人は今陰風に向かう。奴らを騒がすな。ここで待ってろ。なぜ奴らをマジフテじゃないのか、サナナを奪じゃないの。山口、お前はずっと俺より頭がいいと考え。だが俺はお前の長官。なぜか知ってるか。知らない。正直に言え。ここだ。皮膚のようを持つだけじゃない。知ってるか、山の上の盗賊たちは安い三七を奪い、それはただものだけじゃない。だから奴らを争いとき三七を奪いますと。山口君、やはり頭いいな。川村君、感心したわ。この点、俺より頭はいいな。大姐二哥，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三弟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扭扭捏捏了啊？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。就是。我觉得我们劫的这批三七，应该还给殿军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三弟，是到手的肥肉。为什么又要吐出去？我们截获的这批三七，里边有滇军的文书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。这批三七是运往武汉前线的抗日物资。老三，现在这兵荒马乱的，好不容易干了一票，你看看弟兄们，这都快吃不上饭了。是啊，好容易发了财，你还让给人家吐回去？后山的狗熊是不是扇你脑袋了？二哥，我是怕这批三七。会要了兄弟们的命。三弟，你说什么？这批三七会要了弟兄们的命？大家都知道，这三七是救命的药。马店那天来了很多的日本人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不光是滇军需要他，日本人也在盯着他。我想这共产党也会关注。滇军、日本鬼子、共产党三个部队。
如果我们不谨慎，得罪了哪一方，对我们英风岭都是不利的。老三，我告诉你，道口的肥肉想让我吐出去，没门！我不管他什么滇军八路小鬼子，谁要想要，让他上我们英风岭来抢。不好了，当家的，外面有进攻我们山寨。有多少人？有几十号人，好像是上次贩卖三七那边伙人。他们果然来抢了，他们武器部队精良，人马精锐。狗屁！我们的山寨坚不可摧。我的弟兄们，哪个不是死人队里爬出来的英雄好汉？再尖锐的部队，你甭想攻上来。华妹、三弟，你们接着喝啊！我带弟兄们去治水第一道关。张林哥，小心一点。家，你来当，打仗看你爷们儿的。老四、老五，带弟兄们跟我走。兄弟们，收下！走走。守住寨门，告诉弟兄们，不要怕浪费子弹，要是谁敢冲进来，就往死里打。放心吧，花姐。兄弟们，跟我走。等一等，我们一起去。走。去后山，把绳子往下一顺，等有人抓住绳子以后，你再离开。明白了吗？去吧。この豚たち争い時、奴らを始末す時ですね。そういうではない。奴らは陽動みたいな。陽動ですか？どうして陽動だ？何を企んでる？二人を裏山を転殺した。はい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、ちょっと待って、別管我、杀了他们。都别动，谁敢动一下，我把你们炸成碎片。别别别，有话好说，别伤了大当家的，把枪都放下，放下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我们只是想要拿回我们的东西。你们趁火打劫，抢了我们的三七，那可是救国救民的抗战物资，发国难财，你们也配做中国人？我们确实不知道那是抗战物资。你少废话，乖乖的交出三七，我们绝不为难你们，否则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。大姐，今天我们就破财免灾。兄弟们，把三七拿来还给这些好汉。去，按三当家的说的办。
停！不对呀，那是手机。只打地不打人，他们什么意思？二当家了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保护大当家了！快走啊！对面的兄弟，你们看清楚了。现在你们大当家的跟三当家的，在我们手里呢。如果你想让我们打死你们大当家的，尽管开枪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不准开枪？行啊，啊，胆儿不小啊，两个人就敢闯我迎风岭。行，把人放了，咱们好商量。要不然的话，今天就是鱼死网破，你们谁也跑不了。你看我这些弟兄，弟兄们！你们都看见了，现在你们老大在我的手上，山下是我们的大部队，你们哪个敢轻举妄动，我杀你们个鸡犬不留！弟兄们，我们要拿回的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，乖乖的放行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德林哥，咱们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是咱们劫了人家的东西，还给他们不丢人。他娘的，跟他们拼了吧！二哥，你我结拜时曾发誓，一不劫乡邻百姓，二不做汉奸害民。今日我们误劫了抗战物资，那就是帮了日本人。我们私吞了这批物资，就等于伤害了那些前线的战士们。二哥，这事儿我们不能做，我们的错。你他娘的就是废物！你要真是条汉子，你就跟日本人干去！哎，今天要不是你们三当家的使大体，你早就死了。都闪开！都听我的，让我说了算。给我把枪放下，放下！行，打开山门，纵客。把三七还给电军，让他们走。妹妹，哥哥。インフォリの動きを観察。残りは俺についてこい。はい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はい。阿哥。爹。老二。你个王八蛋！你出卖我们是不是？啊？后山是鸟都飞不上去的悬崖，他们怎么上来的？是不是你带他们上来的？德林哥，要是三丁出卖我们，怎么会带我们去马店劫这批货？咱们三个人是从小一块长大的，我知道你喜欢他，可是咱们俩定的是娃娃亲呐。你，我跟你说过，不许提这个，不许去提这个。不是你。后边的跟上。叶大哥真是个好人，我是真没想到共产党能这么帮我们。嗯，其实我天天都在担心你。等这次任务完成了，我就让师长做主给我们完婚。哎，不是你说的要等赶走小鬼子之后我们再完婚吗？我已经等不及了，小心埋伏！阿紫。
冲进灵城，保护三七安全。阿紫交给我，东哥。别人！阿紫，燕红哥，快！让我，小心！狗东西！阿紫，快撤！走开！你等着，小妹。叶大哥，他怎么样？叶大哥，啊？小妹，咱们得赶紧想办法转移啊！好好好，叶大哥，叶大哥。阿紫，阿紫，你是一个哑巴，要舌头也没有用。我帮你割掉它，你还不感激我？我发现，你们中国的女人，这里都有问题。阿紫，你难道还是？マカ、リキはどこだ？姑娘，我知道这样很不公平，但是我觉得咱们没有再纠缠的必要了。自不量力。聞いて、三棚を運んでくれ。はい。三男を取り戻せ！Thank you.
たは侍のように、奴らの首を切った。水木、水木、頑張ろう。頑張ってくれ。生きて帰れ。かか、俺、ここで死にたくない。怖くな。奴らを全部殺して、一緒に帰ろう。死にたくない。イズキ、我々は大日本帝国の皇軍、永遠に負けるはずがない。恐怖もあるはずがない。クソクソ、聞いてください。俺たちの飛行機はその上で奴らを爆発して、もし奴らは地に帰ではない、また戦闘力を失って俺たちに決する。输给了叶老板。滕老弟，你们不知情，劫了滇军的抗战三期。既然你信任我，及时把情况告诉我，务必按我说的办。劝说吴春花、马德林归还滇军三期的同时，从后山放下绳子，协助滇军的人从后山的悬崖上爬上山。如果吴春花、马德林归还三期，就让滇军和平接收；反之，协助滇军。假意劫持吴春花，逼他们交出三七，整个行动都不会伤害你们任何人的。滇军一上山，我就知道是你帮了他们。你，大鬼子！
兄弟们，血债血偿，报仇的时候到了。老兵出，灭鬼魔，杀！队长，我们已经发现鬼子踪迹，我们已经用枪声把他们吸引过来了。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我们的人已经找到叶大哥和马群，三七安然无恙，叶大哥重伤，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。
别开枪！你们这些人，只会仗着人多。完成接应任务，要感谢中共方面的帮助。电令农三，将他们接应到的三七分一部分出来，委托当地的中共地下组织赠予中共方面，以表感激之情。明白。另外，电令农三他们迅速启动第二条绝密通道，关闭电台，避开鬼子的视线，秘密的将三七火速运往前线。是。我知道了。志光同志。赶快给特例同志回个电报，请他委托湘西地下党组织的同志们去转告运送三七的滇军，就说三七我们不能收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哪有自家人帮自家人还收礼的道理啊。谢谢哥哥。さっきからの情報、川村高等隊は許可させた。そして天軍の運送隊とサナナは行方不明です。
哼。